有钱人真的是什么事都可以做。最近不是台湾有一个人也很有钱，做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事情。被我打过的，你放心，我打过蔡淑臻。今年那个金钟另外一个叫什么？伟宁、郭书瑶，谁我都打过，这个我也打过。打啥金钟？杨锦华是有个问题，后来决定没有打他，很赞的八轮。陈发文3KP 脑袋空空，金马60男配角陈木易有多狂？大家一定在大大小小的电视剧看过这张脸孔。资深演员陈木易出道39年，以电影《老狐狸》首度夺下金马60最佳男配角奖。跟强的人在一起就往上爬，你要跟弱的人混，就往下掉。陈木易在后台讲感言时，疑似调侃近期宣布退选的红海创办人郭台铭：“你演过这么多的影视作品，演过这么多的角色，《老狐狸》当中的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什么特别的吗？”特别有钱，我还没演过这么有钱的。有钱人真的是。什么事都可以做。最近不是台湾有一个人也很有钱，做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事情。另外还有网友发现，陈木易今年8月在脸书发文吐槽 KP 脑袋里没东西，似乎是指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。有个家伙的脑子分成两个部分，左脑没有正确的东西，右脑则是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家伙的名字是 KP， 也就是幼儿园教授。陈木易27日更发文直言：“我坚持相信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自由、民主与人权。我不屑与外来的政权对话，我自顾在寻找台湾人的尊严及独立的国家旗帜。”陈木易演活电影《老狐狸》的收租富商，夺下最佳男配角奖。在首映联访时，曾开玩笑指出他打过的人都得奖。被我打过的，你放心，我打过蔡淑臻。得奖的是蔡淑臻。另外一个叫什么？今年那个金钟另外一个叫什么？伟宁。伟宁得奖的是徐伟宁，他和他的他。恭喜郭书瑶，谁我都打过，这个我也打过。打啥金钟？杨锦华是有个问题，那次不知道什么戏忘记，后来决定没有打他。女主角奖，谢颖轩，最高的金牌。是我后悔，很赞的八轮。我下次看他杨锦华，我二话不说打一下，先做戏，然后再看说我们今天要演什么。而陈木易的资历也被其弟，大学经历台大历史系、外文系毕业，后来在国立艺术学院戏剧学系毕业，至今活跃于台湾偶像剧、八点档、电影。我们园长哦，虽然看起来像流氓，可是是个好人呐。这是保密合约，保证我们双方都不会泄露这件事。158个小时执行完毕之后，我会送一台全新的娃娃车给园区，算是对你的答谢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照顾孩子的责任。小智他妈妈。跟他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不在。就连小智开刀的时候，我也在工厂里面赶着一批货要出来。我连自己的孩子最后一面也没见到。你是外国人了啊？你要在他爸爸面前亲我女儿给我这个爸爸看啊！哎，罗玉彪爸爸，你真的很煞风景呢！你女儿幸福美满，你不高兴哦？我当然高兴啊！我跟你讲啦，要相亲相爱就包回家去嘛！哦，哎，人家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呢，你要在我面前亲我上辈子的情人，你是怎样哈？是可忍孰不可杀？啊，你都不会怕说你这一辈子的情人会吃醋哦？我妈，你就不要再闹拔了啦！不用污了，我们是鬼，你拨拨看。我想我可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总之我跟你讲，这个咒语叫做乱心咒，就把那个咒语下在琴声里面，凡人只要听到心智就乱，然后就进而丧失心智。难怪对你们没有用。重点是，你可以帮我想一下这个乱心咒要怎么解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会解。你不要这么快说不会嘛，你再仔细想一下啊。我想有个屁用啊！我如果那么厉害的话，我在那边当什么孤魂野鬼啊？是怎样啊？怎样啊？人家有钱，你就可以主动脱衣服。我是你一手养大的女儿，我求求你不要。不要哭了。我要爱你了。
乖点，乖点。啊，一时贪念，会惦点啊点外口三十几年来对我咧吃苦，是怎样有歹势？啊，等伊即摆人转来，请恁家祖先好好甲栽培。这个囡仔吼真巧啦，啊，都较无定性啦。希望将来我都甲志明同款咧办代志。真要求安尼啊，心做做，你甲林家公妈感情真好呢。李斌啊，来啦，来啦，将刀嘞。大家好，我甲恁介绍一下，这位哦是阮爸老阿姨。也是洪天江的表公，虽然讲我唔是亲生的，但过是个饲养大。啊，虽然讲伊无予我住豪宅、食牛排，但过我逐天甲伊做伙哦，我过了非常非常的快乐，伊嘛我教了真好，这是用钱哦买袂掉的。啊，他都要拜托恁的代志哦，真麻烦恁，一定要做我搞。讲讲规大堆啦你。厉害！你公妈面头前去甲动手，无啦，我头拄仔是拜托公妈吼，一定要保庇，互你哦健健康康。你塞车面看路用啊！贤总啊！你卡明明就好好诶，你想，你想怎？就每只人，每只人夸张啊！你管他做乜嘢啦？啊，我干嘛呢？哦，阿伯讲了嘛，无唔对啊，伊嘛有伊的无奈，你搁追究啊？是讲阿伯，你用这种方式，你做起来敢袂受点危险？啊，你厝内人咧，敢无其他事情，我都照顾。阮厝内唔知啦。囡啊，大啊！我这算失败哦，这也唔什么大啊。你带我走房间。麻烦你对我去警察局一抓。警察啊！我带你看看啊。